各位兄弟姊妹，咦，我手头上有鵪鹑啊，系香港本土唯一出产嘅海鹽，出自我乡下，即系盐田子，好特别嘅。原来做一粒鹽咧，系需要14日完全好天啊，只能够做出一粒鹽嘅，所以系需要经过磨练嘅。咁啊喺度咧，我知道生命恩泉呢个团体咧。一個福傳的團體已經今年是15周年，在這裡恭喜曬先。咁就記得有一次聚會的時間咧，我在將軍澳嘅某個學校裏邊，突然間有人走埋嚟，我想訪問我，我哋邊度㗎？佢話生命恩泉，咦？我生命恩泉唔係加拿大嘅咩？咁啊，咁原來睇到咧，你哋已經發展到啊，即係話唔單止加拿大、香港都有你嘅支部。咁好欣賞你哋咧啊呢一種嘅福傳嘅態度啊，打通咗。不是只是一個地域，而是一個超地域的這種的幅度。另外我很欣賞這個生命恩泉的團體是以教友為主的，你們作為教友有這個使命，一個福傳的使命，一種用新的媒體來帶動，使到一個與時並進，一些時事或者一個方面能夠通傳開去。在這裡很欣賞你們，我知道你們不單止需要其他人支持祈禱，更加需要實質的。我知道你哋有个筹款嘅一个活动，咁希望能够顺利，再要恭喜生命恩泉继续进步，天主保佑。